再来学习毯子的拼接方法以及配件的制作方法。因为这个花片的图解比较大，我们在视频里就不做具体展示了。大家可以在 QQ 空间里下载完整的花片图解。下面我们先来看花片的实物，它是一个正方形花片，是由花心、花瓣。 叶片以及最外圈的勾边四部分，一共十二圈组成的编织的顺序是从中心开始逆时针环状向外编织的。其中第一圈是花心部分，由八组枣形针组成的；第二圈是花瓣部分。 勾的是三卷长针的爆米花针，第三到第十一圈是叶片部分，第十二圈是勾边部分。需要注意的是，第三到第十一圈这部分，我们按照正方形的四个边来划分，可以将它看成是四组。 也就是这个三角形的部分，每组之间用辫子针做间隔，每圈的叶片部分都是通过重复钩四次同样的针法来形成的。每组叶片两边的辫子针和长针。 都是相互对称的。最后，最外圈的钩边是由短针来完成的，用到的针法我们在图中已经分别做了标注。下面，请看我演示花片的具体钩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花心部分的图解。起针是四针锁针的环形起针。 花心部分是通过在起针的大洞里重复钩八个长针两针的枣形针来完成的。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法。首先，我们进行起针，这里我们用的是锁针的环形起针法，将线打一个活结，套在钩针上。 起针的这一个线圈不算一针，然后钩四个辫子针，绕线，把线勾出来，一针辫子针就完成了。再钩三个辫子针，一、二、三，最后用引拔针。 将第一针和最后一针连接，我们找到第一针辫子针，将钩针插入，绕线，直接拉出，这就是引拔针的连接方法。注意引拔针要拉紧，这样起针部分就完成了。 接着钩第一圈，也就是花心部分，先立三个辫子针作为起立针，这一针相当于一个长针，在第三个辫子针上扣一个记号扣。 然后在起针形成的大洞里面，就是中间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指挑起的这个大洞。我们插入钩针，再钩一个长针，绕线，插入钩针，绕线拉出，钩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穿过两个线圈，还有两个线圈，再绕线直接拉出一个长针就完成了，然后再钩三个辫子针，过渡到下一个长针两针的枣形针。一、二、三，我们除了每一圈开始的第一针，也就是这一针。 需要用辫子针的起立针代替以外，其他时候都正常的钩各种针法。接下来我演示的就是枣形针的正常钩法，大家只要按照下面的这种钩法来往下钩枣形针就可以了。依然是在起针形成的大洞里面绕线插入钩针，绕线拉出。 针上有三个线圈，再绕线穿过两个线圈，这一针就叫长针的未完成针。我们再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绕线，插入钩针，绕线拉出，针上有四个线圈。 再绕线，穿过两个线圈。这时候针上有两个未完成针。绕线穿过所有的线圈，一个长针两针的枣形针就完成了。然后再钩三个辫子针，一、二、三。 我们来看一下，由这两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形成的这一针就叫枣形针。这一圈我们需要钩八个枣形针。下面我们将这一圈钩完，还差最后一个枣形针。 钩完以后，再钩三个辫子针，最后用引拔针将最后一个辫子针和开始的第一个枣形针上面的辫子针，也就是放记号扣的位置进行连接。 这一圈就完成了，这就是花心完成后的样子。接着钩第二圈，也就是花瓣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图解，图中一共有八个花瓣，每个花瓣是钩三卷长针、十针的爆米花针，每个花瓣之间交替钩八个辫子针和四个辫子针作为间隔。下面请看我具体演示。 因为花瓣是勾在上一排辫子针形成的大洞上面的，所以我们要先勾一个引拔针，将线引到这个大洞里面，将钩针插入到大洞里面，勾一个引拔针，然后再钩五个辫子针作为一个起立针。 这一针相当于一个三卷长针，在第五个辫子针上面扣一个记号扣作为标记。接着，在这个大洞里面再钩九个三卷长针，请看我演示三卷长针的钩法：钩针绕线三次，一、二、三。 这时候针上有四个线圈，将钩针插入到大洞里面，绕线拉出，针上有五个线圈，然后再绕线穿过两个线圈，这是第一次绕线穿过两个线圈。 这是第二次，再绕线穿过两个线圈。第三次，再穿过两个线圈。第四次，这样一共钩四次，一个三卷长针就完成了。接着再钩下一个，我再重复一遍具体的钩法。 钩针绕线三次，然后插入到大洞里面，绕线拉出，然后绕线穿过两个线圈，一共穿四次。一、二、三。 四，这一个三卷长针也完成了。按照这种方法，将剩下的几针全部钩完，还差一针。 将钩针拿下，算上开始的五个辫子针，一共是十个三卷长针。全部钩完以后，我们将钩针拿下来，找到记号扣的位置，将钩针插入记号扣，还是扣在上面作为标记。然后勾住之前的这个线圈，直接拉出来。 再钩一针辫子针，一个花瓣儿就完成了。接着再钩八针辫子针作为间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在下一个大洞里面。 按照刚才的方法开始勾下一个花瓣。从这里开始，我们每个花瓣都是钩十针三卷长针，钩针绕线三次，然后插入到下一个大洞里面钩三卷长针，一共钩十针。 还差一针，钩完后将钩针拿下，找到第一针，也就是最边上这一针，将钩针插入到上面的辫子针上。 勾住之前的线圈，直接拉出，再勾一个辫子针，这个花瓣也完成了。然后这里再勾四个辫子针作为间隔，一、二、三、四。 花瓣的钩法不变，下一个间隔就是钩八个辫子针。按照这种方法，将剩下的几个花瓣全部钩完，还剩两针。 最后一个花瓣也完成了，现在我们来钩最后的间隔，因为这里是这一圈的结束部分，所以钩法和其他的不一样。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在钩这个花片的时候，第二到第十一圈每一圈最后的连接部分钩法都是相同的，先钩两个辫子针，一。 二，然后找到第一针上面记号扣的位置，再钩一个中长针。请看我演示中长针的钩法：绕线，插入钩针，绕线拉出，针上有三个线圈。 再绕线，直接拉出一个中长针就完成了。这样这一圈就钩完了。这是反面的样子。这样花瓣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是第三圈，这一圈开始钩叶片部分了。同样，先来看图解。这一圈是在上一圈八个辫子针形成的大洞上面来钩的。我们把这两个爆米花针和中间的辫子针以及长针看成是一组，也就是一个叶片。这一圈一共重复钩四组。 也就相当于四个叶片，叶片与叶片之间间隔四个辫子针。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一个间隔连接的钩法和上一圈相同，是钩两个辫子针和一个中长针。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法。我们先来钩一个长针五针的爆米花针。 先立三个辫子针作为一个起立针，这一针相当于一个长针，在第三个辫子针上放一个记号扣，然后我们在上一排结束的这一针中长针上面再钩四个长针。 直接挑起这针中长针，开始钩长针。一、二、三。 四和第一针辫子针一起，一共五个长针。拿下钩针，找到记号扣的位置，将钩针插入，找到之前的线圈，直接拉出。 再钩一个辫子针，一个长针五针的爆米花针就完成了。然后再钩一个辫子针，接着开始在下一个辫子针的大洞里面钩长针，一共钩十三个长针。 一、二、三、十二、十三，再钩一个辫子针。 在下一个辫子针的大洞里面，再钩一个长针五针的爆米花针，和刚刚的这一针爆米花针是相互对称的。先钩五个长针，一，二。 三四五，然后找到第一个长针，也就是最边上这一针，在对应的辫子针上面插入钩针，勾住之前的线圈，直接拉出。 再钩一针辫子针，这样一个叶片就完成了。然后钩四个辫子针作为叶片之间的间隔，一、二、三、四。接着按照同样的方法钩下一个叶片。 在同一个大洞里面，再钩一个长针五针的爆米花针，方法同刚才是一样的。 然后再钩一个辫子针，在下一个大洞里面，再钩十三个长针，一、二、三。 十一、十二、十三，然后钩一个辫子针，在下一个大洞里面，再钩一个长针五针的爆米花针。 再钩一个辫子针，这样第二个叶片也完成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叶片，这是第二个叶片，叶片之间间隔四个辫子针，然后按同样的方法。 将剩下的两个叶片勾完，还差两针。 现在到了这一圈的最后一个间隔，也就是连接的地方。这里的钩法同上一圈是相同的，也是先钩两个辫子针，再钩一个中长针。 这样花片第三圈就完成了，这就是第三圈完成后的样子。第四圈，我们先来看图解。这一圈是在上一圈的基础上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叶片两边的爆米花针是不变的，有变化的只是爆米花针和叶片中间正反拉针之间的辫子针。 由上一圈的一针变成了两针，以及中间叶片部分的钩法。这一排我们要在上一排的长针上面钩长针的正拉针和反拉针，以及长针正拉针的加针。这一圈有一点点难度，大家在钩的时候一定要对照图纸。这里我说明一下，第三到第十一圈。 每一圈开始的这一个爆米花针钩法都是一样的，这一圈我再详细的演示一次，后面遇到的时候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钩就可以了。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法。我们首先来钩一个长针五针的爆米花针。 一个爆米花针完成后，我们在第一针起立针上面，也就是开始的三个辫子针，第三个辫子上面扣一个记号扣，再钩两个辫子针。 接下来第一针，我们钩长针的正拉针，请看我演示正拉针的具体钩法：绕线，找到上一圈第一针长针。